4块多，这个波兰货币大概合不到10块钱人民币吧，然后我觉得价格很便宜的，比那个机场大巴要低很多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景色，温度的话现在是大概是17、18度的样子，有点冷。我带了几双长腿裤子。机场那边租车我问了4家，有2家有车，然后1家是要求一天是这个280元，一家是300，这个太贵了。这个网上订的话大概是200，但是我没有提前预订，这是我的一个失误，然后到市区再订吧。